不去苦闷沙。二哥啊，你搞什么名堂啊？这好戏啊，得慢慢的唱。他们这儿又进了一批新货，嗯，待会儿带你去开开眼。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你？哎，别走啊，别走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走，这边。小妹妹啊，越快越好。坐吧，大卫哥，别客气。来，里面请。坐坐。怎么样，这环境不错吧？啊？二毛啊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来上次那一套啊！绝对不会。这次啊，只要你不开心，咱们立刻走人，还不成吗？毛哥，人给你带来了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喊进来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瞅瞅，瞅瞅，瞅瞅，瞅瞅！毛哥，来一个，挑一个。大哥，你先来。大哥，挑一个。二宝，啊，出来一下，啥事儿啊？跟我出来，走。哎，不是，大伟哥，怎么回事？出来，怎么回事啊，大伟哥？啊，我问你，那台上的女孩，她怎么戴着雅妹的手镯啊？嗨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就确定那镯子就是雅妹的？肯定是雅妹的手镯。那个女孩，是不是你给骗来的？怎么是骗的？我这要介绍工作。你少废话。老实交代。行，也就是前几天我在车站看着他了，他说到这来打工，又找不着人，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娃来着？啊，雪娃，是叫雪娃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名字。你呀，那是雅妹的女儿啊。雅妹的女儿。你呀，二毛，马上去找他们老板。这个女孩不管多少钱，我都要把她带走。去，不是这，大伟哥，哎，快点去。原来你一直瞒着我做这些肮脏的勾当。我哪知道她是雅妹的女儿？那谁家的女儿也不行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，我死也不会跟你做那种事儿。谁让你干那种事儿了？不做你就滚蛋！你已经离开那种地方了，干嘛还寻死觅活的？你别过来！你要过来，再要让我死给你看！哎，我认识你妈，她是不是叫雅妹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我家。你不会欺负我吧？我要是欺负你，就不会把你带到这种地方来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就因为你手上的那只手镯。这个。另外一只，是不是你妈妈戴着呢？是
你应该叫雪娃，对不对？是骗我那个混蛋告诉你的吧？而且啊，我还知道，你应该姓江。我才不姓那个姓呢，他不管我和我妈，他也是个混蛋。好了，雪娃，别难过了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妈妈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妈病了，而且病得特别厉害。亚妹病了？嗯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放弃学业出来打工，是为了给你妈妈挣钱看病，对吧？我不光挣钱给我妈治病，我还要挣钱给我妈买大房子呢。可是你这样跑出来，你妈妈放心吗？我妈当然不放心了，我过来是来找柳枝姐姐的。柳枝？嗯。是不是柳大狗的女儿？是。哦。嗯，这是她的名片。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，看来雪娃是找不到了。都怪我，我太自私了。那天我要是去接雪娃的话，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了。这事儿啊，不能全怪你，我也有责任。